今天吃菌子，云南的野生菌，由万师傅当大厨。这个是黄奶头，这个是青头菌，这个是鸡油菌，这个是鸡，这个是铜绿菌，万师傅正在精心的挑选。菌子行情涨了啊，涨了是吧？就正吃菌子的时候。他们现在随便吃个什么菌子，都是花800-1000的好像。哪门口喽？他们在洗。一般我都没洗过，也好。都拿下去了，你要好好搓。没有什么的，就是小内洗，我从来不洗。锅里正在煮着鸡，菌子非常的麻烦，还要一片一片的清洗。三栋，哎，在干什么？哎，在洗菌啊，洗菌子啊。哎，对。哎呀，这个昆明的特产嘛。哦。啊。你这个酒不好喝啊。洗了，哎呀。洗了多长时间？不好吃，你要洗2个小时，两个小时。刚蒸下来的。2个小时。哦，这个是洗好的。哎呀。鸡。万师在切佐料，然后菌子放入火锅里面继续煮，煮1个小时，等待中。好了，可以吃了。哦，尝了比较。哎呀，味道太鲜了。他那不倒酒没有？他们现在倒进去，倒进去。都很安静，不讲话。我也忙着吃，反正要老了才看得见，才找。